较喜欢在身体里注入每一个灵魂，比如说，因为我比较喜欢体验嘛，可能说我想体验他，想体验他，想体验他，因为每个角色带着他的情感还有性格，还有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去体验这个。别看你可能暂时还没有角色上的特别的代表作，但是你说话的调调已经非常像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了。我喜欢把灵魂注入他身体。你平时在队伍当中经常演点什么给他们看看吗？有没有拿手的？没有吧，我们生活中不那么做作。对，啊也没有，现在我也没有很做作。那你表演一下队长好吧？队长是什么？队长，我表演一下他跳舞吧。可以啊，可以啊。哦，给点面子啊。我今天要知道他有什么帽子，就是他这个帽子。哈哈哈哈 ，balance， 我有哦。还很帅，还很帅，可以，演员之路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啊。然后我希望，2020年新的愿望就是能有新的角色塑造给大家，然后也希望跟玉文集团然后合作。对，哦，也是没说错了，结团就是跟他们结成一个团，对，把你们的团结在一起，对不对？跟他们结在一起哈。还有谁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吗？我呢，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爱追剧的人。嗯，对。追了什么啊？就上面的包括什么？全都追了，大部分都知道，我都追过。你都追过，你是有多红？你就可能百花恋恋歌舞。对，要先给贝贝姐推荐一个，因为她现在巨荒。比如说我们的从前有座云天山，还有我们的，我也看那个。对，我在看，我也很好笑，对，很搞笑，很搞笑。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有人看一下，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一种，就挺开心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什么，琅琊榜，对，之前出过的还有很多很多剧，其实我就不一一推荐了。哦，还有那个《择天记》，我也看过。对，特别好。对，看多看点时间内场看好不好？不是，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要看吗？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古装。哦，对，我刚刚想说。对，我喜欢古装，我喜欢的里面的这种，我也想演古装。就想把头发背过去是吧？没有刘海。就那种仙仙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自己如果是能有这样的。体验的话，觉得应该很棒。别说你，听你说话的感觉，气质好像是有点那种仙衣飘飘的感觉。就尽量吧，我你干嘛啊你？有，仔细找还是有的。对，仔细找还要。对，我挺想去演一部这样的剧，因为我想去看别人怎么演的，然后，所以我想，所以未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能够和阅文集团合作的话，也挺好的，就是挺好，不是挺好的是，哇，非常荣幸，知道吗？非常感谢奥运男团来到我们今天红毯现场。OK， 期待你们新的一年新的作品，无论是团体出击还是各个发展，我们都期待在各种舞台看到你们表现。新场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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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新的一年肯定是又开始了新的音乐的旅程，有很多的音乐会，很多的演出，
会继续音乐的旅程。那在你比如说世界巡演到处跑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手头特别愿意推荐给大家的作品，文学作品，或者是你喜欢哪个类型的电视剧角色，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之前那个一般的话看电视看作品的包括文学的时间比较少，那时候最近刚刚才看完那个哈利波特。这绝对是国际超级大 IP。 对，而且就是老少皆宜。对对对，真的很好笑，而且里面有很多内容觉得都蛮有意思的。如果让你在沃格沃兹魔法学院里面挑选任意的一个角色，你会希望自己是里面的谁呢？就是那只猫头鹰也可以，就是当哈利波特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斯内普教授我觉得也是斯内普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到后来他是那样的一个形象。那今天云迪老师会在我们盛典上有什么样的演出呢？会在钢琴上走钢丝？钢丝不会走，但是会敲击钢丝。OK， 没有钢丝。好的，我们也期待，就是未来也许云迪老师的音乐可能和我们的乐文的某个 IP， 哎，就结合在一起，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谢谢云迪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去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好吗？好的，谢谢。好，现在我们欢迎到的是曾经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烈火如歌》的赵冰冰，欢迎，请在背板上留下你的大名。这里给吧。可以，可以，想签哪里都可以。这是唯一一个问我们可以签在哪里的人。好，来，站到舞台当中 ，C 位就位，给大家拍一下照。来这边看一下，这边。来这边，中间看一下。这边。来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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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左边的在左边，右边的在右边。可能就照顾一下就好了。我想借用一个广大粉丝问一下，冰冰老师今天为什么这么帅？他每一天都这么帅。好。来，欢迎欢迎欢迎冰欢迎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那既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聚集了这么多 IP 的平台上的盛典啊，有没有你自己最想推荐给大家的角色或者是作品，是最喜欢的类型？因为我最近在谈司统这个戏，然后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说这本书，因为要接这个角色，所以我去有读这个小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司统，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里面的角色叫秦放。是我近期特别喜欢的。大概描述一下是什么类型的，或者他的人设，或者是身上最大的特点。我先不揭晓，反正因为到时候不怕漏太多了，因为很精彩，大家一定要去看。好，你为此做的特别的准备就是要把小说都读一遍，其他技能有需要新改造的吗？对，比如说什么射击啊，瞄着骑马射箭啊什么。改造什么新技能？这些都没有，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对，也可以，要要不能太细，要保密。这是一个怎样的剧？多说一个字就能够剧透，就不行。真的是我们，所以格外的期待。那2020年有什么新年的愿望？2020年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好好的沉淀一下，然后希望可以。在演戏上会有更多的进步，然后希望所有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身体健康。谢谢，美好而朴素的愿望。2020年，帅只是你身上体现的一个优点而已。谢谢，其实冰冰老师，比如说《三生三世》啊，《烈火如歌》全都是乐文的爱你吧？对，为什么乐文这么爱你啊？非常感谢你们。像我们这个盛典今年已经第五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呢？要给？这么爱你的乐文讲讲。希望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多多找我拍戏。一定会的。谢谢。我们期待你们合作精彩的火花。谢谢，谢谢冰冰，谢谢，谢谢。
们走来的是为我们培育出了著名演员赵薇、黄晓明、陈坤、周冬雨、朱一龙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新琴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的红毯现场，欢迎您，欢迎崔老师，请崔老师移出到舞台的中间，给我们拍照的机会，谢谢。好，谢谢，欢迎崔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崔老师，欢迎。崔老师应该是一个对选剧本非常严谨的教授吧？对学生。为学生，哎，学生如果拿到新剧本，现在还会经常到您这边来让您把把关吗？您最近把关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吗？替谁或者是哪个类型的本？主要是正常。最近这种情况不大家开心。那2020年，如果在年初开年的时候，最愿意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类型的角色或者是作品？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有一点早，因为对刚刚开年，去年是刚杀青，而且现在可能这个还要再后退。你看教授讲话就是格外的严谨。对，那崔老师本人有没有很喜欢的文学作品的类型？这个就很多了，今天这个场合可能说起来就比较长了。那这样分享我们一个2020年的新年的愿望吧，给自己、给学生、给广大观众都可以。作为我来说，可能是一个老师，那我的任务就是，继续努力的去把我的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看戏。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呢，就对，因为在电影院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那么第二就是，如果有实践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不管角色的大小，都应该去认真努力，去完成。谨记崔老师说的话，在2020年，我们也期待在荧幕上，在各个作品当中，您和您的学生共同闪耀。谢谢，谢谢崔老师，谢谢崔老师，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左边，左边看一下。谢谢谢谢，我们刘副，你好，欢迎何老师，你好。首先想问问，今天这么喜庆，一身大红色的礼服，是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吗？所有高兴的场合我都会穿红色，如果你们发现我很多衣服都穿红色，我觉得红色会给人有一个正能量，会有活力那种感觉，是真的，就像您的笑容一样。那我觉得惠英红老师演过这么多各色各样的角色，拿遍了各种各样的最佳女演员的奖项，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最想跟大家分享的角色，会是哪一个？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好的剧本，因为一个角色如果剧本不好还是没有用。对对对，那如果真的要分享，我想分享一些在社会上给忽视的一些小人物。给忽视的小人物。对，
是个小人物，就是说他智商有问题啊，或者是他有残缺啊，得不到社会的帮忙啊，这种对，因为我都从来没演过这一类型。我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剧本，好的角色。期待在新的一年，在我们阅文的 IP 当中有符合您心意的这样反映小人物的，也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悲悯之心。对，因为我觉得是大人物，谁都会关注他，他也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可是小人物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给俘虏的。那如果多一点关注他，其实对谁都好。而且小人物也有英雄梦。对，其实所有的英雄很多时候都出现在小人物里面。对，所以谢谢惠英红老师的这样一份善心啊，其实也是角色中的善心。老师平时在生活中有喜欢的文学作品吗？就是自己很喜欢读的那一种。我读的书很杂。对，我真的天文地理或散文也读，血型也读，我自己也读那个风水呀、然后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医疗的东西。医疗的东西。医疗的东西。所以你是会学了以后看了以后就用在自己和亲朋好友的身上吗？对啊，因为我自己都有文凭，对，有文凭，也会懂一些八卦啊，懂一些治疗，懂啊治疗，然后懂一些中医。大仙你好，大师你好，一般小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一般小问题是已经在家就治了，对吗？对对对，还有未及亲友。家里面如果以前老人家在的，他有一些伤风感冒啊，或者怎么样啊，我都会自然去帮他治。早一点遇到你就好了，我这嗓子哑了一个星期了，真是。哦，这没事，这没事，蜜糖加一点点盐。蜜糖加一点盐。对，冲开温开水。哦，那真的是可盐可甜的。谢谢你的分享，学到就学到。谢谢谢谢谢谢惠英红老师，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向我们走来的是塑造了无数的经典荧幕形象的著名演员王琳老师，欢迎您。欢迎王琳老师，在背板上请留下您的签名。谢谢，请到我们的舞台当中，给大家拍照的机会，谢谢。老师，请先看这边。往左边，谢谢。老师，来这边看一下。好，我这里来着。好好好。好，欢迎欢迎欢迎王琳老师。王琳老师，你是怎么保养的呀？太美了。没有，我是觉得我已经很老了。有，这个王琳老师，很多人说您就是完美诠释了上海女人的各种美。你自己觉得生活当中，你如果形容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我没有觉得自己很美，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特别上海女人，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就美的最高境界就是美而不自知。这是你们说的好。其实您生活当中有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做派吗？时候当然还是特别讲究细致的那种。没有，其实我有挺大的两面性的。我在家的时候就特别的随意，可是出来我觉得我这个年龄了，要自己要约束自己。收拾得特美。那个王琳老师平时自己有偏爱的作品吗？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看一些心灵鸡汤的一些书。对，就是要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今后的日子。因为一直在说，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在，我今天朋友圈里还看到，就是说未来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的，所以要处理自己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心境。其实每个年龄都是一样，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是的，是的。感谢您的分享，谢谢谢谢。那新年愿望，对吧？
新年2020年的新年愿望，愿望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然后要快乐。其实快乐是最重要的。你快乐了以后就会有好的身体，有了好的身体以后就能够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偶尔不顺心的事，有什么就是通常的办法让自己可以比较快速的快乐起来吗？运动，运动就是运动出汗。哦，快吗？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去健身房跑步、快走、跳舞，然后听音乐，自己在那里唱歌，就自己嗨起来。是，好吧，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你的困难是最重要的。出一身汗排毒的同时，也把坏心情排遣掉，是，这是一种特别健康的方式。感谢您的分享，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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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左边，左边看一下，没有聊那么深，我们是为完成《乌鱼》作品。
对，演完了再聊啊。对。好，那我想问王海霞老师啊，这个平时有没有很喜欢读哪些网文呢？有没有喜欢的网文类型？网文，我前段时间刚读完李优华老师的《青旅》啊。哦。然后以前其实也看过一点，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小时候，可能不太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就是自己还是尝试。哎，然后现在这个三十而立了，看一看这种有关于兄弟的这种书，然后也激励着我们身边有很多好的兄弟们相互扶持啊，走到今天。所以我看完这本书呢。其实感觉还蛮深的。嗯，就别看阿云哥老师才三十而已，但是说话的那份沉稳的气质，说句四十不惑，就是年轻帅气的外表，但是特别成熟稳重的心灵。谢谢。期待今天晚上的表演，谢谢，也期待你新年新的作品。谢谢阿云哥老师，谢谢，谢谢您。谢谢。在 QQ 阅读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我们现在这里是2019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的红毯现场，小伙伴们不要走开，接下来呢会有你们非常喜欢的，我可以剧透吗？国民闺女走到我们的红毯现场，那她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哦，锁定我们的直播，就在这里。来，这边，这边，左边，谢谢，左边，左边，小彤，左边，左边，我这边看一下，这边，好，来，这边，老师看完这边位置吧，小彤看一下这里，来，请问你老师，你看完之后到我这边位置吗？来，小彤这边，来，小彤看这里。大家看一下这边沙发好看，大家好，大家好。来这边。好的，欢迎小彤，欢迎小彤，请留步。今天真的美得好像从动漫当中直接走出来的人物。小彤一路走来，走成了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国民闺女啊。新的一年，有没有自己在哪部作品当中特别相中的角色，自己想去尝试挑战的？其实我特别喜欢一些像古装里的一些角色呀，然后可能一些侠女啊这样的。对，但是之前也拍过一个打戏比较多的，就是确实挺辛苦的，但是拍下来也感觉就是很痛快，很痛快，酣畅淋漓是吗？所以2020年还有想这方面尝试吗？2020年不知道会上映这样的电影哦，那我一起期待。哎，那。其实我们看你的装扮也一直是非常的多变，就是你看这样仙女也有啊，那种嘻哈少女也有，就是那种酷酷的痞痞的女孩子也有。新的角色，你有没有期待不一样的造型，或者没有尝试过的造型？哎，有一个真的是没有尝试过的造型，是一个就是胖装的造型。哦，胖装是，然后他就演我们吗？不是不是，你太瘦了。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即将上映的电影，马上就要。官宣定档了，叫《约翰·爱丽丝》，里面就是饰演一个胖胖的女孩，然后她有一些就比较现实魔幻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个胖装是真的需要吃胖很多斤，还是纯粹靠那个衣服，就是
穿那个假的胖的衣服。因为要化那个特效妆，而且主要是我们拍摄就周期有限嘛，所以就是吃胖再瘦，可能而且达不到他那个达不到那个就是很胖的那个度，夸张的要胖到多少斤？那个角色大概设定为怎么个胖法？设定是应该是180、150还是大概？那是。不是靠你吃的出来的，对对对，量吗？对啊，这80斤不是几天能吃成的。化那个特效妆啊，这样的。那一个特效妆扮上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需要就是5-6个小时，后来就是4-5个小时，因为手熟了，对吗？熟练了，对。那嘴里需要塞东西吗？就是牙或者什么，让脸鼓一点，就是在脸上粘嘛，就是粘那个。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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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胖子不是一天吃得出来的，但是是。部戏演得出来的，我们期待关晓彤2020年的胖壮少女造型。那晓彤有没有喜欢这个韵文的其他 IP 呢？有没有哪个看过？我们这个圆盘上有这么多，好多都看过，特别喜欢哪一个？我看过《步步惊心》对，小时候的还非常喜欢。最近有追什么热剧吗？我最近。最近就是太忙了，对，忙着变胖那件事，就是忙着很多就工作呀、学习这样。那期待你2020年在工作之余也有空追追我们的剧，或者让我们在这些大热的剧中看到更多你的精彩的表现。对，挑战一些自己更喜欢的女性角色。谢谢，谢谢，谢谢小唐，谢谢，谢谢，这边这边。2020年的话，其实是有
三部待播剧，应该会在2020年和大家见面。一部《月上糖果》，一部《遇见阳光遇见你》，还有一部现在正在拍摄的《半是蜜糖半是伤》。对，除此之外的话，然后我应该下一部戏还是一部古装剧，对，然后呢还会有自己的二专，加上自己的个人微综艺《摩西先生家》，应该都会在2020年，一步一步的落实。新的一年好满啊！对啊，就像这么多剧集哈，有哪个是你非常喜欢？就这个 IP 本人是最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哪一部剧？我觉得当然还是我们的白发了。白发，对白发，因为在白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荣琪这个角色就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嗯，对，因为他的这种人物的设定，他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活不过24岁的这样一个悲剧性色彩，然后他又为爱奉献，最后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去拯救自己的爱人。就这种传奇般的人生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其实你心底也有一点那种悲剧情怀的色彩，就是这样一个人设，活不过20多岁的这样一个人设，一开始就会吸引到你。我是觉得吧，作为演员就是这种有挑战有深度的角色让你去创作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刺激非常爽的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能够有很荣幸的能够参与到荣琪这个角色的创作当中，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说到挑战，有没有哪一个角色是你想在新的一年拍摄过程中挑战的新角色呢？这个的话暂时保定了，这也算是一部古装剧。对，然后又重回到古装。哎，我觉得我真的还挺神奇的啊，从去年开始，去年就是冬天一部时装，然后加上时装完的一部《月上重火》，一部古装，《月上重火》完了，然后现在又是一部时装，但是蜜糖但是伤，然后完了之后下一部又是时装，这是加花着来的。哎，时装古装，时装古装。这个是你自己对于生活和工作节奏的一种调节吗？就比方说拍古装会更辛苦一点吗？拍时装剧相对会有更多就是对轻松一些的感觉吗？首先这个就是这种岔开来的这种。所谓的规律嘛，其实是比较巧，就是我也是刻意为之，对，不是刻意为之的，就包括时间段都很像，就冬天拍时装，然后夏天拍古装，对。但其实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好像古装确实要辛苦一些，对，因为造型嘛，然后包括对武打片段，然后这些威亚啊，然后厚厚的古装戏服，然后又横店那么高的温度。对吧？所以说古装确实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呈现出来的那样的唯美极致，还是值得的。对。你还有空追剧吗？我想问问，就是你听上去工作安排的那么满，你是一个日常生活里还有空什么半夜追个剧，或者看看自己的，或者看看别人演的，有吗？现在真的少，现在真的少，偶尔会追什么，那个。追是想起来可以看，对，我们后面这原盘上都有，都可以选。鬼吹灯啊，盗墓笔记、狼牙。其实我是喜欢追那种，比如说像那种之前好像是咱们东方卫视的吧？嗯。东方卫视的那个叫做什么？梦想改造家。梦想是我们台的节目，谢谢捧场。梦想改造家，你觉得它就是巧妙的房屋结构的设计？对，我就追那个。啊，就追、那个。我把1季到第6季现在至少都看完了。啊，它其实那个节目也是成就了很多年轻就是普通人的梦想。感谢你的温暖支持。谢谢，对对，因为那个确实很好看。你对于建筑这一块也有，或者室内装修也有自己的。区别所在。对，我很厉害的，就是我看那种平面图哈、啊，就是一眼就能看出它是平面图，是就是如果呈现出来这种立体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你高中的时候几何学得很好，对吗？没有，并没有，对，可能就是一种能力。他是脑子里有这个思维。对。那明年要是再走这个红毯，期待你带着你的建筑作品来，好吗？那我也谢谢，谢谢的分享，谢谢，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在背板上留下您的签名。那现在在我们红毯上的呢，就是曾经囊获了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两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演员等等奖项的著名影视演员徐帆老师，欢迎您，徐帆老师。啊，老师来，我们来拍下照，拍下照，看看这边，谢谢。左边，好，这边就是。老师，看看这边的。欢迎欢迎，徐帆老师，你好你好。欢迎老师好，我是东方。徐帆老师给我们带来过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经典的女性的角色形象，您自己有没有特别偏爱的作品的类型，或者日常生活当中首先会选来读的文学作品？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偏爱的，我觉得做演员，不用那么挑剔，各种有各种角色出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的锻炼。当然，光演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人物，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的，要有名著的作品，去培养更高一些要求和标准，所以名著是不过时的，所以也是对演员是一个很大的训练。就是名著的加持能够让演员的演技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升华。对对对，因为名著它不仅仅是让演员演人物，人物和人物的那个性格，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还要演人物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物和时代。那您有没有最想挑战的，还没有挑战到的名著当中的角色？我没有，我觉得来了就接着，来了都接得住。对，因为有一句话说嘛，就是喜欢看经典作品的人，他会知道这一部经典作品在经典图谱中是哪个位置，就是相当于说，爱看经典的人是有野心的。包括演绎经典中的角色的人，也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勇气和一个自己的这个。因为经典确实是能够带动着演员往前走，因为如果不被经典带动的话，那也就是这么凭着往前走，可能他的那个步伐会欠缺一点吧。那我们也问问看徐帆老师，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阅文盛典，就是原创 IP 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分享一下您平时的阅读习惯。比方说，有的人他喜欢在路上带一本书，有的人他喜欢固定睡前看书。您有属于自己专属的阅读习惯吗？我没有，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想看就看。任何时候开卷有益，守护一书。好，谢谢。那跟大家分享一个2020年的新年愿望吧。2020年挺好的，没有愿望，跟着过就好。哇，这太实在了，这个是最实在的愿望，跟着过就行了。特别谢谢徐帆老师带来这么朴素美好的祝愿，谢谢谢谢徐帆老师，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您，新年快乐，谢谢。
上面。来这边看一下。姐，我发现每次看到亮哥老师造型啊，都是非常百变的。对，但每一种都 hold 得住。对，就是燃爆全场，而且感觉又瘦了。重点是又瘦了。来，你再看一下中间。好。好，谢谢，欢迎亮哥，欢迎您。哎，当中请。对对对，就当中请。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了那些你演唱过的那么经典的影视金曲，OST 女王。在新的一年有没有想有新的跟电影或者电视合作的计划安排？我一直都是遇到好的歌觉得想尝试的我就去唱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会挑选什么样的影视剧，其实我从来都是先跟人家要歌，对，或者如果说这个事情我自己做，我自己去找歌的话，我觉得有合适这个作品的，然后看合适的话就去做，都没有，所以我其实不同的方向的影视作品都有尝试，但根本是因为音乐。对，一开始都是从音乐出发，最终和影视碰撞在一起产生了火花。对，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参与了蛮多的影视剧的作品。对，真的是 OST 女王。那雷老师，相信你在这么多演唱的过程中，肯定也是看了很多这些剧的，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哪一部经典 IP 呢？其实我这两天正在开始追一个剧，因为养肥了嘛，可以开始。啊，哪个养肥了？就是那个庆余年，是是是，今天刚好说要看到要开始收我3块钱一集的，就前面的都看掉了，后面就要付费了，对吗？对对对，但我觉得好作品是挺值得的，因为一个以前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周围人会把我当傻子的那一种，就是你一个人默默的拿着手机，然后在那傻笑，你也不知道你看见了些什么。但我觉得真的是好的作品，然后。再以剧的形式来呈现，我觉得让所有的这个从文学作品的书迷，然后到剧迷，然后再到更多不同的维度，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分享的一个事情。对，真的，就像我们阅文 IP 一直倡导全民阅读啊，就是希望更多人，不管是捧着纸质书，捧着新媒体的阅读方式。一个人，你看到他在傻哭傻笑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被那个世界所浸润，给大家多一些方式的选择性。对，那新年有什么愿望或者祝福？我希望我再瘦一点。还瘦一点？不是，很危险，很危险，就是一直在徘徊，没有很确定会离开那个数字，所以在徘徊。你心里是有一个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具体数字的？就最起码不能过百吗？好女不过百，你是坚信好女不过百这件事情？我也没按于女性标准要求，就觉得按我的身高要求应该不要过百。那在今晚的盛典现场会有一些表演带给我们观众吗？对，今天会是一个经过改编的版本的《我的梦》，因为中间导演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我觉得昨天彩排完了，我会觉得它特别有力量感，我很喜欢这个版本，所以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那也期待你今晚的表演，期待2020年更多的好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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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边请。现在走到我们红毯上的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女导演代表、助理导演李少红导演，欢迎您来到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的红毯现场。欢迎李少红导演，请当中给我们合影的机会，当中摆线的地方，来，谢谢。来这边。好，老师，请看一下这个。好，欢迎邵红老师，当中请，我们简单聊几句。邵红老师，也有人说这个导演啊，全中国读小说最多的就是导演，因为要从那么多的海量的文学作品当中挑选好的剧本来创作给大家。有什么您发现的好故事，觉得特别值得分享或者推荐的吗？
啊，我确实我自己拍的电影还有电视剧当中哈，其实差不多有一半吧，都来自于改编的小说。嗯。包括其实原来跟阅文还有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哈，就是就网络小说，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嗯，也很想找有机会呢能够来改编这种 IP 的这种作品。嗯，您有自己个人比较偏爱的类型吗？或者主题？其实我还是比较偏爱就是历史的，或者是现实的，现实题材的。嗯，你觉得更关照生活？哎，对对对，就是跟生活接的比较近的。嗯，可以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是的，是的。哎，尚武老师，我们这个盛典今年也是第五年了，一直都给我们的朋友们带去很多好的原创 IP，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对我们这个盛典聊聊？对，我因为跟那个阅文一直有交往，所以呢，我很希望就是有机会能够在那个阅文的这个找到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 IP， 能够实现我们的合作。嗯，刚才有好多演员特别积极主动的说，我就是到这儿来找好团队、找好导演的。有谁已经来跟你松手聊过了吗？因为在下面休息室的时候，嗯，大家都好像经常就是大家碰面的时候都是在这些活动上，嗯，所以大家就会就是底下就是来谈一下，就大家都最近要干嘛呀，嗯，明年要干嘛呀，嗯，所以确实是找了聊过，嗯，对，是的。那我们也期待跟越来越多优秀的演员合作碰撞，在我们原创 IP 强大的平台的基础上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谢谢尚武导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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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是凯哥，凯哥。好，谢谢。
欢迎郑凯，欢迎林凯老师，新年快乐。刚刚拍完，他其实没有骂你。啊，对。男主是一个怎么样的男生？啊，那是啊，突然问到这个啊，是一个很乐天、很开心的一个角色。嗯，那新的一年，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愿意尝试的某个 IP 里面的某种角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这个网络文学一直要多补课啊，多上上网，多看看网上的这些小说。多上上网的意思是您平时不怎么上网吗？我是二级少年。看一下，马上五 G 时代了。Okay, 你差三个 G。对，我但是这个不妨碍这个各位这个大神们找我拍戏啊，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网络文学的大神能够找我拍戏。那哪个类型的角色呢？哪个类型啊？我觉得都可以，你看我适合什么类型，都可以。哪个是最想挑战的？最想挑战的，古装仙侠剧。我们确实没有看你拍过古装仙侠剧。对。哎，过去没有尝试过古装仙侠剧，是因为自己内心有某些包袱吗？是吧？比如说，有的人是不能露刘海儿，就不能露额头。哦，我是不能粘头套啊。为什么？怕热，我要是对。那这个2020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20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好，然后希望这个每个人都有戏拍啊，都开心啊，都愉快就好。哎，再问一个，就是你作为二级少年啊，平时要上网没有那么频繁的话，怎么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呢？打发无聊的时光，应该看看背后那么多剧，我们岳文大师你是都没看过吗？不是，我都看过，我没看过，我也听过，对，但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来自于一个巨大的这个集团，幕后集团就叫岳文集团，太厉害了。找着他们幕后的找到幕后的大佬了啊！对。所以今天可以做一些就是有益的接洽。今天对，而且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就是一个开场的脱口秀。哦，真的。哎，各位明星、各位老板都在台下，对，所以就是现在找我塞点红包还可以，我可以说点好话。哎，问一下，脱口秀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我觉得当然是啊。可是看你平时说话就是很平，然后是吧？可以一直高高的那种。也是被逼出来的吧，练出来了。对。那今晚的开场脱口秀，期待你的表现。好的。这么大的台，靠你一个人 hold 住，其他主持人都不上场，你上场之后他们都不来救你。不需要，就我一个人就够了。全从头到尾的我更好。那我们是不是在？我突然抢饭碗了。我们会把这句话带到其他三位主持人。别，各位那个林凯老师，还有陈荣老师，还有思文佳，是吧？啊，祝你们那个主持。新年快乐。对。今晚上现在的表现，谢谢看凉了呢，太凶了，我他妈快死去了，谢谢了，我凉了，凉啥了，不要谢谢啊，你看跨门出来了，我靠，可以了呀！是要隔离啊，咱们啊，这个曝光重要吗？正在看直播的宝宝们，接下来在我们红毯上会有王凯老师啊、肖战老师啊、庆余年剧组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离开。你们想问的问题，现在都在我的手里，厚厚的一沓。我预计要问个17、18个问题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等一会儿你们的 idol 就会走上红毯，然后我把你们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然后问给他们。凉的话我就该挡呀，我就该挡，跨门就跨挡，是吧？哎呦我操！那是那个他不知道，那个凉的跨门再过挡一个。
我个人问个小问题，因为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郑老师皮肤好好啊，就是完美的零毛孔的那种皮肤感。这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和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自律性有着很大的关系。您日常生活当中是会对比如说体态、运动、皮肤管理这些会比较有高的自我要求的人吗？不放弃细节啊。我一直觉得，就是从小就认为，其实美是来自于整体，不是一个局部位五官当中是看眼睛。对，其实五官每个部位都长得差不多就 OK， 最重要是它合在一起让人看得舒服，最重要的。你看，所以叫耐看。你看他刚刚说长得差不多的时候遮住我，但是后来他说合在一起是 OK 的时候也遮住我。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对对，所以其实是可以让自己人生更好。通过自己后天的修炼，让自己更美好。来问一下陈峰老师，有自己平时习惯的阅读方式吗？或者特别的阅读习惯？其实还是喜欢，如果是长篇小说的话，还是希望把它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个时间段，好好来看。如果是什么短文啊，或者短小说之类的话，可以在抽空的时候来看。但是还是希望在看书的时候。要放个电视啊，或者是在那打个电话，那确实是会干扰你沉浸下来好好阅读的那种感觉。你对于纸质书和新媒体的阅读方式是都接受的吗？还是有偏爱？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应该看纸质书，因为手握着书纸张翻译的感觉，真的，你和它会很近，你的心可以沉到文字里头。好像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这是不是我那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体验。对，这就是一种不同的感觉。电子没有不好，特别是它的便捷性啊，它浓缩性。但是真的想沉浸到一些文字当中的时候，手握纸张的感觉真的极少。每句话都完美诠释的女神该有的。对，我觉得陈峰老师一直是给我一种很细腻的感觉。那替代女神啊，替代女神，谢谢啊，新年好，谢谢。我们今天三个人都是美美的，我们都应该自信。我们希望2020年有更多美丽的角色通过你们演绎，让我们在各个平台能够欣赏。我也希望送给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陈哥老师，谢谢。来，先过来这边再看一下。不好意思，先看一下。来这边再看一下，谢谢。欢迎黄金老师来到这个原创文学读音圣地啊！别你为什么这么往后？来，黄金老师，请到前面。太客气了，先跟我们 QQ 阅读平台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好 ，QQ 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轩。对，其实就是这样，可以让他多留一会儿时间，多一会儿好一会儿。黄轩老师的《中国原汁》到现在正在热映当中。我觉得大家对您的评价，在各个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是会有那种书卷气体现出来。您平时真的是一个特别爱阅读的人，是吗？生活当中，每天的阅读时间或者说阅读量会是怎么样的呢？我确实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然后呢，但是这两年特别忙，其实阅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只要有时间的话，有精力的话，我都基本会阅读，而且我随身也会带着一本书，然后有时候我也带着口袋乐。啊，口袋乐。对，因为特别方便，带着它就等于带了一个读书包，想翻阅什么书就可以在里面找。那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类型吗？其实我没有分类型。我只是觉得好看的或者是吸引我的，我就会去看。
是哪点吸引到你？哪点吸引到我？我觉得文学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木心老师说过，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的经历是特别的独特的，我们遭受的，苦难也是特别的独特的，好像为什么只有我经历了这些？但是当你读到文学的时候，你发现你只是这历史长河中千千万万中人之间的最基础的一部分，对，最平凡的一部分，你经历的别人早都经历过了，你在思考的别人两千多年前都想清楚了，所以你不觉得孤独，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文学特别伟大和美。在文学当中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震撼。是的，其实这是真实的事情，让你看到真实的一个状况。那2020年有什么最想向大家推荐的角色会在您身上呈现出来的？2020年会有一部电视剧叫《瞄准》，会跟大家见面，我在里面饰演一个狙击手，还有一部电视剧我饰演一个危机公关的专家，那个电视剧叫《完美关系》，然后紧接着还有两部电影作品，叫《乌海》一部电影作品，希望能够陆续跟大家见面。是不同类型的角色，就是狙击手要练那种就是很长很长时间忍受寂寞的能力。对，那是狙击手，基本是一匹独狼，他要非常有耐心，非常的，甚至是要远离人群，要很神秘，对。所以你真的有做准备吗？有练射击对吗？有，因为我之前在拍其他的几部电影的时候都有涉及到射击，所以陆续的都有在训练。所以现在枪法已经很可以了。没打过真子弹，不知道。那2020年的新年祝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更多的把时间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谢谢黄轩老师，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看到您更多好的作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希望在文字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谢谢黄轩老师，谢谢黄轩老师。这位姐真的是止不住的微笑，发现了吗？我满足了，人生满足了。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追 idol 的过程。没有，各位工作人员，你们拍到照片，待会儿我会来主动加你们的微信，记得发给我，好吧？谢谢，多拍一点，可以把它下掉。啊，对，我把我剪掉。谢谢黄轩老师。就是实力追星少女的心态。直播的宝宝们，我现在来预告一下，接下来即将走上我们红毯的呢，是大家都在追的大热剧《庆余年》的剧组。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听我一说完啊，我们媒体老师们、摄像哥哥姐姐们就已经突然有一种起跑的动势，然后准备开启自己的摄像机开拍了。那一会儿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们能走到红毯的现场，正在看直播的宝宝们千万不要错过喽。然后也再跟大家说一下，欢迎大家下载 QQ 阅读 APP， 然后在右下角有一个浮窗里面。
面呢，会有一个专属的活动页面，点进去就会有鼠年公仔啊、专属手办和包月会员等等优惠在等着大家，所以一定要下载 QQ 阅读 APP。请张若昀先到舞台当中跟我们合影，好吧？
白线处，谢谢，白线处，最佳拍照位置。来这边看一下。对，这边看一下。来这边看一下，这边。老师下面的闪光灯差不多就让我一下。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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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上前拍照，谢谢。谢谢我们请编剧王娟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拍照，谢谢。没有。老师，这也没有。谢谢，我们请上《庆余年》的主创团队一起到台当中，我们有一个合影，好吗？我们请各位一起移步到舞台当中。来，导演，各位主创，请我们。还是站到白线的这个红线的位置好吗？稍微往后退点吧，各位，因为人比较多嘛。拍不全，往后吧。啊。来看那边。好，来看一下这边，左边看一下。下面的朋友是看完。来看这边。来这边，这边看一下，这边。看这边，不能高的这地方，高的这地方合适的。看一下，看一下，就是不走。好，谢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原创文学公益盛典的红毯现场。先请各位向我们 QQ 阅读平台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逐一的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say 个 hi 好吗？来，有请，从谁开始？不用客气，已经在直播着呢。大家好，我是范若柔的哥哥范闲。范闲好。大家好，我是范闲妹妹范若柔。若若好。大家好，我是导演孙浩。孙大好。大家好，我是编剧王谦。王老师好。这边。来，田宇老师。不知道吗？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宇，王启年的妹妹。欢迎田宇老师。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端端，二皇子的扮演者。欢迎光着脚的二皇子。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网友朋友们预告过了，我现在手里汇聚了好多问题，都想问你们，等你们可久了，你们终于来了。是，来先问导演吧。先问导演吧。导演，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实的问题。第一部的结局，您咋想的？这个得问王娟老师。这么快就把球踢走了，也是比我们想象的速度更快一些。回答完毕。真的吗？中国男足真的应该学一下您的脚头速度。那王娟老师，他说要问你。第一季的结局啊，我觉得特别好，我是跟着导演的要求来的。干得漂亮！哎，你们这个配合打得好。那我们就顺势再问一下，我问一下第二部是怎么安排的？第二部是怎么？看你们在。你说第二部的怎么从结局走到第二部是吧 ？Yes。我觉得从编剧来说，起码有四五种方式来让范闲是重新做个主角，我们可以逐一的试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换名。网上有很多人都猜测了各种，有人破了您的梗吗？对，现在网友各种脑洞大开的猜测。我看到的不多，我看到的多，我看到的暂时还没有。哎，让我们工作人员整理一份哈，一会儿发给您。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郭麒麟除了就事业线之外，有爱情线吗？导演，你觉得他该有吗？我觉得该有，就看你的了。您觉得呢？觉得可以。可以有这事儿，是不是他也特别主动要求想要有？反正他暗戳戳的提了我几次哈。我们就可以悄悄的满足一下他的这个愿望啊。那个第一部当中还有没有被目前被观众忽略的重要人物？
我觉得第一部现在人物都挺重要的，如果说忽略的话，可能叶灵儿那边藏了个炸弹吧，会第二集会炸。是像彩蛋一样说。比彩蛋更严重一点。彩色的炸弹。嗯，好，那我们问一下，不管是编剧导演哪位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剧啊，它的背景设定特别的玄幻啊，就是咻一下它就穿过去了，这件事情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官方解读一下，因为大家都解读不出来。做科幻背景的哪有穿越，胡说。所以这是个科幻剧。对，科幻剧。我们看错了，现在才懂。没关系，不怪你。好，我会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好好的精进自己对这部剧的理解。再问一下那个怎么让张若昀活过来，就是各种方法当中，你就随便讲一种，吓唬吓唬我们。啊？他突然就活过来了呗？那还能咋地啊？这样。我是一睁眼就活过来了。就是不需要解释，不需要逻辑。那肯定要解释，肯定要解释。他不能说啊，剧透。潘若云老师，我们反复再 cue 你吧。好。比如说经典名著里边什么睡美人被侵醒了，也没什么逻辑。也是哈，对吧？青蛙。那在你的理想设定当中，你在这部剧里面被谁侵醒？你觉得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我没有特别想醒啊，我看王老师安排。那个时候，我现在只能说 my watch is ended。那个时候你说，并且就王启年和高达呀。啊，对。那也就不挑了。那也就不挑了。嗯，好，问问若云吧，问问刚一直被 Q 到的，这个对第一部这么快就被写死，当时刚知道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的呢？也没特别快就被写死，我还是辛辛苦苦的拍了好几百场戏呢。对对对，你说的我可能没干活过去就死了。不是，干了好多活才领的合拍，就是，对对对，但是他到了还是被写死了嘛。对。嗯，就是当时是欣然接受的吗？还是内心也有过一些波澜和挣扎？万一我可能哪儿得罪那个王娟老师了？后来聊了聊，没有，他是觉得我可爱。这个逻辑通吗？因为觉得他可爱，所以要把他写死。这我骗我女儿都说不过去。所以写死他是因为剧情需要，就他不得不死。这不算死吧，这是一个小曲折。啊，这是一个曲折，还会有峰回路转。那瑞云，我也想替网友朋友们问一下啊，我们征集了一下，他们都说，印象里最深刻的片段是那个醉酒背诗的片段，可以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故事和心路历程吗？这其中有没有哪些？那个诗首先是你真背的吗？还是说提词器？那肯定是背的，一下并不难。现在呢，也背一下，并不难。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背一下不难，每一下都背就有点难。那除了这场戏之外，有没有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在就是背捅一刀的那场戏。为什么印象最深刻？对，因为你们一直在问，所以此时此刻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一直被 cue 到，对吧？这个点。那我问问看，问问看宋轶啊，有在这部戏里面，除了自己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哪个自己也许最想挑战的女性角色吗？我觉得长公主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她。内心非常的有层次，他有着一个非常真实般的面孔，又有着非常复杂的、非常沟壑般的思想、内心灵魂，所以我觉得经常他会有很多内心很挣扎的时刻，所以我很想挑战这个角色。对演员是好的挑战。那在男性角色当中最欣赏谁？从你的立场出发。我的立场就是若若的立场。弱的立场，哥哥永远是最好的。哥哥好，好，兄妹情深，好。那先问问田玉老师吧。在我身边，作为这个小范大人的第一彩虹屁选手，生活中有干到一些这个技能吗？没有，我其实跟挺不像的啊。不像吗？我觉得说你跟悲伤妈妈挺像。我跟王启年其实挺不像。对。
你接着说。嗯、就是说生活中就是有没有盖到这个彩虹屁的技能，比如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粉丝啊，包括今天的阅文盛典，吹一段彩虹屁。就是我记得的，可能还有一段，就是当时跟小范胆说这段冰糖葫芦啊，您看是四元飞圆是吧？玲珑剔透，只有这么漂亮的糖葫芦才能配得上您这样倜傥的风貌。哎呀！我祝贺今天咱们阅文集团这个盛典啊，越办越好。嗯，谢谢田宇老师，说的这么好，一看就是发自内心。其实您的人物性格肯定还是有某些天然的契合，不然导演怎么就这么慧眼相中了你呢？对对对，应该是导演那个慧眼的气质，看到了隐藏在深处的彩虹屁的气质。嗯，我们再来问问这个端端在我身边，但是我这个问题哈，我不太想问得出口。问，就他们就说你是不是就喜欢光脚啊？这个二王子，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可能是这个剧组，我们剧组这么已经没有钱请巡演了，所以连鞋都没有穿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所以特别勇猛。那这个有没有把剧里面的这个舞蹈配茶的爱好延续到生活中？拍完还有喝茶吗？首先，喝呀，对，也挺养生的。还行吧，可能更多的不是茶。凉水。哦，我以为别的嘞，居然喝凉水。对他，反正有人说那个，有人说酒量不好嘛。但是不重要，你们的这出戏每一个人的表演在里面给我们带来的都是特别有滋有味的。那最后我们让导演或者编剧说一句，给这么多我们庆余年的热心的观众粉丝，说说对这个剧有什么要分享的真心话。而且刚才亮颖老师啊，好几位老师都说一直在追《庆余年》，来到这里就说现在自己在看的就是《庆余年》。感谢，敬请期待。哇，谢谢四号导演，谢谢，我们感谢《庆余年》剧组，谢谢，期待今天晚上在舞台上更精彩的互动，谢谢各位，谢谢。稍等，送一篮儿礼物。谢谢。好，来看这儿，来这边，孙毅这边，好，稍微靠一点，好，来再看我这儿，来看中间，来这边看一下，是2019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的红毯现场，小伙伴们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呢还有超级热的肖战从我们的红毯上走过，欢迎肖战老师，请在背板上留下您的签名。我怎么刚说的吧？对，那就是踏风而来。来，请在我们的舞台当中白现出给大家拍照的。来，稍微往后退一点吧。对，谢谢。啊，可以。老师，这边看一下。来，这边，肖战这边。谢谢中间。来，这边看一下。中间。来，肖战这边看一下，这边左边看一下，左边，谢谢，再看一下。欢迎肖战老师来到我们的红毯现场。我们俩有点不太敢走上来，因为你迷妹太多了。来，你先替迷妹们问出那个大家心底的灵魂拷问。那就先跟所有的迷妹们打个招呼吧。
好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肖战，嗯，你好。祝福，祝大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祝福大家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你在各个平台上多多露脸。肖战平时还有时间自己读自己喜欢的小说啊、故事啊之类的，还有这样的闲暇时间吗？最近这样的时间比较少，但是如果说心中最经典的作品啊，小说喜欢看金庸先生的作品，然后《笑傲江湖》有一个武侠梦，那儿又不说了。对，有一个武侠梦。那我接着问啊，哎呦，有点紧张。那就是除了武侠梦之外，今年2020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安排呢？新的工作安排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新的音乐作品，然后也会有影视作品，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一下。然后也会有一些已经拍摄过的作品，然后会陆续的上，所以也请大家期待，多多期待一下。哎，其实在现在啊，这个身份要不是演员要不是歌手，大家可以想象他大概的样子。如果现在穿越到一个陌生的时代，给你几个选项，有法师、侠客、机器人、文人、动物、精灵，或者其他我们没有说到的，你想到的，你最想成为哪一种角色，为什么？我最想成为一名法师，就是那种，对对对，爆发型输出的那种，就是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的那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角色，有这样的 IP 里面，或是这样的角色找你，立马就去。你想象一下大概的形象，比如穿着打扮呀、造型上会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装备，有没有真的有具体想过这件事？就一定要有一种大的斗篷，然后那种大的法杖，尖的斧那种，哇，那种大头发。哇，好帅！所以其实，在你温润的外表下，也有着一个这么狂野的灵魂。我们期待2020你的这个艺术的梦想可以变成现实。还有一个是我们红毯导演一定要让我问你的问题：你们接受的女生公主抱的上限是多少？体重？100，180。百斤有多高？我有1.77米。你就是你有多重？你是想你怎么拷问对吗？我觉得1.77米，可以接受的。1.70米，100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吧？还可以，挺好，挺好。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要求，那我们都会像你一样好好的 keep 自己的身材，好吗？期待2020更多精彩的形象亮相在各个平台上。谢谢肖战，谢谢，谢谢肖战，谢谢。这边请，谢谢。你们几个？各位朋友们、来宾们，现在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阅文集团联席 CEO 吴文辉，欢迎吴总。欢迎，有请吴总在背板上留下您的签名。吴总有点着急，冲着我们就来了。来，吴总也到，一步在舞台中间，给我们一点合影的时间。好，谢谢，欢迎吴总来到我们红毯的现场。欢迎吴总，你好，你好。也是借着阅文的号召，聚集了这么多星光熠熠的作者、导演和演员，非常高兴有这样一场盛会，都是源于阅文的相约。也非常高兴能够跟东方卫视在一起，然后跟大家，特别书迷，还有书迷所喜爱的这个作品中的一些演员相聚在这里。对，其实阅文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对于原创 IP 的这样一个培养的平台。您是怎么理解 IP 的？我想 IP 首先它是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够感动人心灵的故事，然后它会有一些非常鲜明的一些特殊的人物，还有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世界观。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想象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如何遨游，并且能够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想象自己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角色。对，那像吴总作为行业内的传奇人物啊，就是您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想和我们分享一下的？其实故事非常多了，从最开始我们
我们只是因为一些网文学的爱好者，大家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就做一个网站，没有想到集聚了这么多喜爱网文学的爱好者。今天我们突然看到像刚才的肖战，像其他好多明星，都会聚集在一起，一起呢共同演绎我们心目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有趣的世界。那我觉得，应该说这整个过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要替所有的喜欢文字的，包括愿意写文字的人，谢谢你。那我们都说现在已经是这个网海初文的3.0时代了。那我们都说这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咱们阅文的初心又是什么呢？对阅文来说，包括我们创业合作伙伴，从最开始，我们的目标都是很简单，希望能够为像我这样能够喜欢看网文学的人，能够找到他们最喜欢看的书，以及为我们身边那些爱写书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创作的平台，能够并且把它交付给他的喜爱他的这些读者们。那有过去可追忆，有未来可憧憬。我们聊过了初心，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阅文集团在接下来大概的发展方向吗？我想在新的2020年，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有非常一些重磅级的 IP 即将被改编成影视剧，并且我们也有很多的作品会被改编成非常精彩的动画作品。同时在海外，我们内容也在持续做输出。应该说对于阅文来说，乘着网文学这艘大船，借着 IP 的这个风浪，我们都应该在2020年应该会给大家呈现出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无论在海内外，还是年老的年少的，都可以在阅文的 IP 当中找到自己爱的那一款。谢谢。公司越来越好，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别太累了。好，谢谢。好，谢谢吴总。那接下来我们媒体有什么要向吴总提问的，我们有一个群访的机会，可以举手示意我们。如果有哪位做直播的小姐姐小妹妹，因为今天也是相当不是吴总把我们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汇聚到今天这个盛典上，特别特别感谢。而且每一个今天走到我们红毯上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艺人也好，他们都表达了对我们阅文集团的喜爱，而且是就是他们之前不知道很多作品居然都是阅文的，后来发现真的都是。对，那这样吧，吴总，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分享一个您的新年愿望。那么2020年，希望大家都能够，最简单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同时万事如意。好，谢谢吴总，谢谢吴总，谢谢，这边请，谢谢。我欢迎起来，我是这一给我的一个。好，让我们欢迎大江大河以及大江大河二的男主角，著名歌手演员王凯老师，请在黑板上留下您的名字。欢迎你来到我们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的红毯现场。来，黑板上签名。今天凯哥好帅啊，每一次都是。来，请当中给大家拍照的机会，谢谢。来，凯哥这边看一下，凯哥这边看一下。好，凯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欢迎！王凯老师，《大江大河》和《大江大河二》都是现象级的话题引发了。您自己个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文学作品，或者是里面的人物角色，是您自己觉得对心灵触动最大？就是生活中最喜欢。生活中最喜欢的还是蓝网，也是阅文的超级 IP 啊。对，我拍《琅琊榜》和《如果蜗牛有爱情》都是阅文的。对对对。所以当时为什么最喜欢《琅琊榜》呢？真的，那个剧本真的超级好看。看的时候就又哭又笑，是不是？真的是又哭又笑，用了3天4天吧，睁眼就看，看困了就睡，
就连着一口气看完了，真的是太好看了。嗯，被剧情、人物的命运，方方面面。嗯，那当时你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演的是谁了吗？那时候定角色了吗？还没有。没有。当时有自己特别觉得，哎，我应该演这个。就是金毛。真的吗？还是事后才出现？没有没有，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是被这个角色深深的吸引。嗯，你觉得自己身上和他最契合的那个点，觉得我就是他。轴。嗯，真的。啊，有的时候轴的时候是轴到甚至有点犯傻。嗯。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剧本的角色的时候，那你不能稍微点通一点。嗯。就是你会为他着急。嗯。啊。但是他就是不能。他就是不能。但是其实我生活中有时候也是这样，嗯，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为什么能够让我引起共鸣，嗯，啊，我也喜欢这个角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也许就是因为每个人身上独特的这些点，才成就了一个如今这样的，就是他和别人就不一样，他别人就不一样，他就是，所以才是不可替代。是。那凯哥问一下，2020年的新安排吧，有什么新的安排和工作方向？我现在正在拍《大侠》和第二部嘛，嗯，春节之后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可能会有三部戏要播，但是今年，嗯，啊，今年可能有播的作品会稍微多一点。那《大侠》大和二有什么能够给大家透露的部分吗？因为一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的话，嗯，大家都很想听剧透，嗯，一点点剧情，满足一下我们的小胃口。因为大江一的时候，宋云辉还是在一个攀爬的过程当中，但是到了第二部，他到达一个水平之后，就在这一个水平线上。因为第一部他是从一个小农村的小青年往上一步一步爬，一个打拼奋斗的过程，大家其实爱看的。但是到了第二部之后，他可能不用再那么辛苦往上爬，他就一直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让观众觉得喜欢好看？就是在这条线上，他会有很多分支。嗯，就比如说感情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稳定了嘛，所以自己花花肠子就多了嘛。总结太到位了，就是这样的发展，对吗？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中间的故事还是，可看性很高的。嗯。人物的这个情感的走向也是会让观众会觉得非常揪心的。好，我们期待《大江大河二》当中宋云辉的跌宕起伏和各种小插曲。好。好，谢谢王佩老师，谢谢王佩老师，这边请，谢谢。那感谢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和我们新媒体端口的观众朋友，在这么长的时间关注我们的红毯直播。那刚才大家看到的是2019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红毯，一直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当然呢，稍后就在这里，我们2019阅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将盛大的举行，让我们共同关注。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1月18号锁定东方卫视晚9点会，播出我们今天的盛典的内场的盛况。是的，大家还可以下载 QQ 阅读 APP， 点击右下角的悬浮窗进入专属活动页，有机会获得的是包月会员、鼠年公仔、QQ 阅读独家手办等专属好礼。那呼吁精彩，引领未来，新风力，一路有你。感谢阅文，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陪伴，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好，再见。